欢迎收看《福气来也》，我是吴怡蓉。泰加路地有去年的许多西洋疫情的影响，给表演艺术团体泰加呢，路一定辛苦，一定才过吼。因为如果一个看人眼睛看爱的歌哦，啊，因为呢，一个语文表演路是爱群聚的嘛，一定会多现场看呢。故说呢，西洋疫情安尼来的，泰加路无法突然表演哦。不过呢，还是各团体还是非常的善忙，继续来创作，继续做出伊能想要做嘅，也都按到该好嘅作品出来哦。安尼今年爱收嘅亚亮嘅来宾呢，都系琼阳，系安尼其中嘅一员。同时呢，也个剧团伊能先前还做诶，中快共下嘅儿童歌舞剧个。今年都邀请伊能来同安尼分享。首先我邀请嘅系苹果剧团，也算讲另外剧团吼嘅团长方国光团长。方团长好，泰卡好，我是方国光，我是苹果剧团的团长方国光，很开心跟大家见面。感谢，接下来呢是专业的一个演员，不过他的角色有几多，我们等一下过来提打这句，是演员童俊丽。大家好，我是童俊丽，我是高雄的演员，跟苹果剧团，另外剧团合作几多年呢？究竟见面来多阿咧？欢迎两位来。我相信乡亲朋友可能都有听过苹果剧团哈，因为蛮有历史的剧团哦。今天有唱到团长呢，如何会先唱一个团长，同我们小介一下，唔请假。先请团长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苹果剧团呢，我们就是成立一个专业的一个表演团体，然后希望说能够为儿童教育尽一点心力哦。那苹果剧团从成立到现在已经24年了，那24年的时间呢，就是其实看过苹果剧团戏的观众朋友呢，大概统计大概都超过百万以上，因为24年来我们的创作跟我们的演出其实已经突破了30000场，所以观众呢其实以每场100人来计算就已经破百万了。那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呢是看着苹果剧团的戏长大的，那么我们也非常开心，就是在国内就是很多的家长对于儿童教育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之下，才让苹果剧团我们有这么多的演出的能量。那希望能够持续这份能量，然后持续我们对于儿童教育的关怀，然后能够持续的创作下去这样。跟小童哦，团体个小介一下，其实唔算苹果剧团的团员，吼，系自由接案的工作者。团体个小介一下，你知噶？大家好，我系因为我相同吼，大家全部工作的伙伴同朋友，我系我小童，系安尼个好记啦吼。我对苹果剧团合作我10年的哦。快要10年了，对哈，有哈，有，嘿 ，thank you 哎，嘿呀，哎对，太好平阳，以后来古来高雄，哎不能可以加一年数，嘿，古来只有娘来娘去到苹果剧团，其实冇一开始你一时也就开始表演，嘿，哎嘿先去上课，因为哎没准考平阳诶，嘿，故所以个剧团个咧有开课，本一般的人上课，哎就去先去上课，上诶我一年吧，嘿，哎就先去做别的工作，两年来诶，嘿，哎去先去做别的工作，唔过哎真是太好表演诶，你个别的工作唔咩团表演关诶，剧团诶行政。剧团的行政还是跟剧团有点关系啦，只是我做的行政以后让感觉到我真是规好表演，所以我又过来，我就辞掉行政以后，我就过来跟泰国讲啊，我们都很以泰国啦，我们都叫大哥，我们比较团里的人都叫大哥这样，我就跟泰国讲啊，我想要表演。他就讲看花蕊啊，俺能最好表演的年嘞，就俺能合作，一路合作到现在，10年，团长吼，其实泰卡可以喊 he hell 上哦，你看起来其实还蛮年轻的，可是，在剧团是元老级的吼，元老级，不只是团长，还是元老级耶。团长提苹果剧团就黑。提给你24年，你就是在那24年。对，不过我想很多从事相关表演工作的人，包含小童或者是我们，都是我觉得其实，在刚开始要进入到这个表演环境，而事实上我在之前也
到过别的地方工作、哦、就是在苹果之前、哦、那也到过别的地方工作，那一样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第一个可能是专长可能是志趣都不在此、嗯、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主修导演毕业的、哦、所以最后就是最终还是觉得做戏剧的指导跟戏剧的创作才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因为就是回到了最快乐的事情之后才能够让我这样一路就是24年的时间，然后就是时间过很快、嗯、那同时也觉得能够从事跟自己最有兴趣而且最感到专长的事情是很快乐的，然后也可以有最多的一些工作的热忱投注在其中。嗯，跟团长的一开始兵压被踢的投入不是剧团，第一个工作不是剧团，不是，那是做什么嘞？是一个外贸公司的董事长特助啊，落差那么大。对对对，因为事实上在学校、哦、以前在学校这个工作其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可能就是譬如说排练啦、嗯、或者是演出做彩排等等的，其实常常是没日没夜。那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在学校就是整整5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嗯、那所以那时候工作就希望说那是不是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哦、然后有一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哦、然后后来就成为董事长特别助理这样、哦、然后而且是从事是外贸的工作、哦、对，但是你都知道外贸的工作可能是跟报关啊跟数字啊跟金钱有关，就是常常要算来算去的、嗯、对，那后来发现就是自己的兴趣就是很确定知道自己的兴趣还是在戏剧创作这一部分、哦、对，那后来就是因缘际会就成立了苹果剧团。嗯，刚刚泰嘎一听如果想要的那个因缘际会是什么哈？那我可能知道说外贸公司没你的兴趣不是你的志趣所在、嗯、啊，因为用哪位接到怎么会接到可以创立剧团？是其实说起来这中间相当有趣哦，就后来成立剧团呢，是因为我应征了一个传播公司的编导的工作。那这家传播公司呢，它的负责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陶大伟，陶哥。对，那陶大伟，我们都知道，陶大伟跟声乐叔叔在早些年也是儿童剧、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对对，那所以那时候陶大伟就是陶哥的这个传播公司呢，正在应征戏剧的这个编导。所以我是以应征编导的方式进去，那进去了以后，该不会是嘎嘎乌拉拉？我到现在还记得，嘎嘎乌拉拉相当经典，它是后期了，嘎嘎乌拉是早期的，哦，对，早期。那后期的部分就是，他制作了很多就是跟儿童电视节目有关的工作。那因为制作了这些工作之后，相对的势必也需要一些专业的编剧跟导演来进来，就是加入这个传播公司的阵容。陶哥也希望从他的领域从电视儿童节目跨到就是儿童的舞台剧上面，对，那就是这样的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陶大伟就是一起成立苹果剧团。嗯，刚刚弄我一个剧团我都苹果呢，是苹果的话是因为因为我们都知道就跟这个苹果呢，每日一苹果一生远离我，对，那苹果呢其实对于就是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嗯、很棒的一个 的水果、嗯、那所以成为苹果剧团呢，我们就是希望说苹果剧团的作品呢都跟我们一颗一颗就是晶莹剔透就是非常新鲜的苹果一样，当小朋友能够每天都欣赏苹果剧团的节目，那每天都观赏我们苹果剧团的舞台剧，那就能够让他成长的过程健健康康这样。不过要成立剧团没很简单的事情呢，没错，万事起头难哦。嗯、那因为刚要成立剧团之前，就是剧团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拥有的只有热忱。那、嗯、但是什么都没有，譬如说我们没有剧本，没有服装，那没有道具，没有演员，没有企划，什么都没有。但是虽然是只有，我觉得有热情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就是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我一人包办，因为陶哥他就是
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嗯、那他本身电视节目那时候还在拍摄当中，那在剧团这部分呢就是由我这边譬如说企划啦，然后编剧啦，然后招募演员，我那时候还制作很多的传单到很多的大学院校去征募演员，然后开始接电话，然后等大家应征演员的演员上门，然后我们再跟他做这什么都没有，其实就是什么都你做。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还不太晓得剧团，就是老实讲，因为那时候没有收入嘛，没有任何的收入，所以其实在收入很拮据的情况之下，就是什么都得自己来。然后我的办公室呢很有趣，我的办公室是在一个车库里头，因为他那个哇跟贾博士一样，就觉得很奇妙，就是所有在车库，所有叫苹果的呢，都是从车库起的。这是一个巧合。到目前为止，那个车库我们每次经过，我还是会看他一眼，因为里面充满太多回忆。那个车库还在？对，车库还在。然后在一个车库里面呢，因为它有虽然是有很多的灰尘，那很多的就是光线也不是那么好，空气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刚提到因为我的有那份热忱，所以这些其实事实上都是可以克服，对，我们就是克服了这些所有的一切，然后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从第一个剧本写起，从第一个演员开始面试，然后再召集了一群演员，然后开始慢慢的训练他们，然后再跟他们做排练，然后进行第一场演出，然后一直到24年走下来，就是中间的甘苦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可是由于这些辛苦呢也让我更加珍惜目前的一些成果，然后也非常感谢苹果能够有走到这么多年来，其实很感谢的是我们舞台下面那些广大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头头目前留洋的时间还有团团众大嘴鼓说，哦，你是新年安久呢，不过他说你怕某一下就过的，然后等一下呢国际秀来团员大嘴鼓我来说的如何他们做的也可以尽快说下的儿童国舞剧，然后聊一下听都够准来现场。分享到这来福气来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来宾是苹果剧团的冯桂光团长，韩国表演工作者同经理。头头我们有说到苹果剧团先前有做的中快共学的儿童歌舞剧、听起来还蛮难，尤其本来不是做共学的嘛、本来不是讲不是做就是做一般华语的儿童剧、那首先想要先请问团长，好，就是苹果剧团一开始是什么就给听我做儿童剧哈、对，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苹果的角色，苹果的那个角色就希望说能够让就是小朋友在这个观赏苹果剧团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他人生成长面对未来挑战的所有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培养，所以是让我们一刚开始就是定位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儿童剧团表演团体，那就是需要，但儿童有些人对于儿童剧团会觉得说儿童剧团团员是不是都是小朋友，那其实不是的哦，就是我们儿童剧团的团员都是学有专精而且是专业的一些表演工作者，那我们最主要工作的对象就是小朋友，然后以及家长，就希望他们能够观赏节目，然后成为我们的观众群这样。那我有一个机会来做中快共学的儿童歌舞剧吗？应该是说因为戏剧呢它有很强烈的教育作用，那这当然也是我们之所以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就我发现戏剧呢其实它不仅是能够让人家沉浸在其中，在这个情境当中能够欣赏或者是能够体会到一些东西，那同时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教育精神，那所以事实上儿童剧团苹果剧团的我们都希望透过戏剧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去传达我们的一些理念，那这些理念呢包含很多，包含可能环境啊环保啦，可能是一些品德教育啦，那当然也包含也可以包含是一个语言的学习，所以在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做一个全客语的娇滴滴与张兮兮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想知道，戏剧呢，它可以寓教于乐，那它能不能寓教于语文的教育，能够让大家能够领略到这个客语之美，这样子。要出教弟弟语张西西啊，叫弟弟吞。我走走，笨蛋就有压吹戏，本来就有这出戏了，对不对？他是后来把它改成他发爱版本，是、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出戏来改客语版本？因为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客家事务委员会，那是委托剧团，就是可以策划一出全客语的一个戏剧的时候，我们突然。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客家元素里面，还有我们的客家精神里面去找寻符合我们客家文化跟客家精神的一个戏剧主题。然后突然发现，哎，教弟弟与张西西这样一出戏，讲环保，然后讲土地，然后里面它包含就是还有我们对于这块土地的一个认同，跟这块土地的一个保护。的这种精神其实是跟客家精神非常的不谋而合、因为客家人是爱乡爱土，然后而且呢也有那个应景精神、对，那另外是客家比如说非常的勤俭，然后物尽其用，这种方式事实上跟教弟弟与张西西的内容是完全吻合、那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这出戏我们事实上可以尝试以全客语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那尤其里面又有一个土拨鼠，有一个土拨鼠，一个土拨鼠，那这只土拨鼠呢，它就对于这个大自然是非常的爱护爱惜，然后也教导大家很多关于这个土地的认识，那我们就觉得其实事实上这出戏后来才意外的发现，这出戏冥冥之中就是为客家来撰写的、为我们的客家 的小朋友来撰写的。我们现场有看到亚亮婶桑吗？就是教弟弟与张西西的剧里面的服装哈，是、感觉这是有在改过吗？因为感觉真的很符合客家的感觉，真的，原本就是这样穿吗？原本就是这样穿，因为胸都 Taking 上呢，哈，蓝衫会有想到蓝衫，然后这张西西的时候就是把它做一个改变，对不对？是，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就发现教弟弟与张西西，他第一个他对于土地的认同，对于环境的保护哦，那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客家朋友，他们在就像他们自己的家乡，真的对于这个环保跟自己的那个居家环境，真的是无话可说，这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发现这出戏真的是为我们客家的民众所来撰写的，这样。不过亲奶奶就会贵州合法，刚唔落去请外公下个爷爷，又按度好，小童就会喂，所以团长本单就伫小童迄行业。之前是知道的，对，但是其实以客家话来做表演，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非常在国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那甚至于在我们这出戏的剧组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就是从来就不晓得他是客家人，也从来不晓得他会讲客家话，但是因为我们要演出这个全客语，那我们就开始就是等于是开始。调查有谁可以广发英雄帖，对，广发英雄帖，就是再把这个客家的朋友给找出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客家人，那原来他客家话也讲得不错，可他从来没有就是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就是他的就是客家的身份，对，那当然在他排练的时候，我跟他也有一些私底下谈心的过程，就是他有提到就是客家话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一直都不太好意思开口，对，就是比如说是不太能讲客家话的，可是在我们接了我们教弟弟与张西西这出戏之后，他突然发现客家话是相当优美，而且是相当让他引以为傲的一个语言，让他非常的开心，因为小时候他觉得客家话土土的，就是一个乡土的语言，那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在他接了这个演出之后，他突然以客家的乡亲客家人为荣，而且也觉得这个语言是相当优美的，所以在我他讲这段话的时候眼中都含着泪，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原来我们这出戏不光是对观众朋友是有帮助，对我们自己的剧组演员他也能够起一个荣耀感，然后以一个自己客家的身份感觉到认同，
感觉到骄傲。加上哈瑞鲁恩文小童，因为教弟弟与张西西，你先前如有做过，也出戏，啊，更加要改做公学的，也系唔替拜公学的舞台剧。也个每天拜公学舞台剧，不过之前的舞台学家公学的舞台剧是先录影录好诶，录影录好诶，让不用。不所以唔免讲偏重诶，嘿、哦，让我屯台下诶观众互动的时间，让我讲偏重诶，嘿、嗯，啊，故所以台上诶就对嘴就好诶，要把迄七搞诶，嘿，真是偏重诶讲诶，啊，偏重诶互动，其实咱诶互动够好啦，啊，偏重诶小朋友诶 feedback 屯。在共不能谈一个互动性会够高，嗯，嘿，安尼嘛够流畅，嗯，我就算本单会讲客啊，我用客话来做舞台剧，嗯，当初我有紧张哈，也算有嘛个小力的哈，嗯，紧张是无，啊，不过小力的就会，也个本来就会华语嘛，嗯，啊，华语会改做客话，嗯，一天会经过。认识啊，我经过改多台词，改多改的，因为教弟弟的本上的台词有个文言一些，有些把文言，嘿、哦、啊，我改做个白话，过后堂的事，就会花过多时间一改。咁唔咩唔改啊？唔可以自己改。艺人本上就有像艺妈妈系做课余指导。哦，如果你妈妈做，我妈妈做课余指导，嘿，因为我妈妈本身就会客家客家的先生，教客家的先生，嘿，乡土语言老师，嘿，啊，伊退休诶，啊，伊就想讲，伊本身就改好教人讲客，伊本来剧本嘛改诶，伊本剧本有一些段落是伊改诶，啊，有一些是可能排戏的时间两改诶，哦，刚才做个歌唱有多嘛个困难哈？困难哦，最难的一开始就会我请我讲客家的演员，哦，大海捞针，哦，真的好难。就算苹果剧团合作那么多演员，还是很难找。对，很难找，非常难找。难找，非常难。归到就是以客家出身，客家，伊讲诶，俺客家人，伊闽南爸爸或妈妈客家，不过伊唔会讲。后来是太挺难的，俺就。唔讲啦，可能有唔本身嘅客家人，唔过唔会讲客，唔过唔会愿意来学，哦，肯来学，因为伊本身有糖嘛，有糖伊就念嘅音会够准，啊，慢慢的伊就会讲一规个句子，整串的，然后是整个台词，最难的大概是这个，就是客语，但是呢。里面有我们认真的调查，就是有多少是客家子弟，其实蛮多的。可是就像刚刚小童提到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成长的过程，已经离开客语的环境已经很远很久了。那甚至于就是跟家里爸爸妈妈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是跟小孩子的沟通会自动是双声道，就是长辈讲话就是客家话，那跟小朋友跟小孩子讲话就自动变就是国语这样，对，那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环境这样，有些就是只能听不能讲，对，那有绝大部分是都没有办法开口，就是客家话的传的听起来，因为它的音声调非常的优美哦，就是跟我们平常比较听到的国语不太一样，很多的一些旋律其实是非常优美，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语言。那如果说能够使用这语言的人很少，越来越少的话，那的确是相当可惜。所以如果能够趁这个机会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客家话，那我想也是这出戏，我想教弟弟应该可以到更多的地方去做表演。好事咯，伊出戏，伊唔虽然讲无哦，亚当伊出戏可能做某一道创，无嘛效果，其实唔咩用，伊出做吼，如果有过太个检查哦，对合法嘅推广，如果有检查，亚当了下天过多钟来节目现场。
欢迎多谢来福气来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苹果剧团的冯桂光团长韩国表演工作者同经理多多分享到中国共和国的儿童歌舞剧娇滴滴与张西西当然除了以外苹果剧团24年很有历史哈，所以做过非常多很好的儿童歌舞剧那儿童剧那请团长跟我们介绍就尤其两位现在手上都有可以等子呢民工哎是这都是因应一出戏做的像周边商品这样是、哦、像我现在手上抱着这只呢它就是我们龙骑士、哦、这出大型歌舞剧里面的一个小魔龙这样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在手上的小小的模样、嗯、可是当它在舞台上呢是一个高达大概有5米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大恐龙哇、哦、对它是一只很大的一个两层楼高的一只大恐龙、哦、所以人物大概就是这么小就是比例的话、哦、人物大概就这么小哇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然后在我们剧中其实也让很多的小朋友知道这出戏、嗯、那这出龙骑士呢它的内容讲述的是就是性别平等很特别虽然是一个恐龙的故事可是我们其实要提的是性别平等、嗯、就是女生也可以当英雄女生也可以跟男性展现一样的一个无畏的无惧的力量、哦、这样子、哦、那这一个呢这一尊就是也是那个是龙宫奇缘哦哪一出的哪一出的角色啊女主角啊那个都好是爱出爱去苹果剧团替的售票演出的角色哦，嘿，嘿哦，刚卢慧洲，卢慧洲演过，哎，卢慧洲演小龙女，哈哈，哇，该一朵我是面前嘞，2014年，哦，都替出售票演出，哦，噶对你的意义蛮大的，对啊，替白做大型的舞台剧啊，替白送。全台啊，对。刚刚他有感觉压力过大哈，英雄青瓷没？英雄青瓷就会礼拜，因为阿给希耶最后就会，他是女儿嘛，啊，也要跟爸爸和好，因为你们吵架啊和好，嘿啊，最后我都会在台上哭，哭出来，就是因为。一方面是剧情的我觉得蛮合理的在最后他跟爸爸和好的时候、嗯、会有很感动的 我自己会被剧情感动然后感动之后就会叫出来嘛、嗯、叫出来台下其实小朋友都会替人叫出来哦对啊嗯给感受可以提配如果你有感通的观众、嗯、尤其是你呢、嗯、如果是你呢我替人叫替人叫如果感觉说韩国难得啦嗯，就更有成就感啊！你就会底下哦，因为伊遐拿个，因为伊遐稿子诶，就会爱讲个故事，因为谈个事。嗯，啊，你只要刚讲，嗯，同苹果剧团合作安久，嗯，因为那体色系嘛个，那我诶，因有安尼演欢迎合作。哦，体色老体色就会迷个戏剧个，底部都会跳舞，都会唱歌诶。哦，嗯，一定会跳舞，一定会唱歌，也系爱人大哥坚持。就是要跳舞、哦、要唱歌哦，坚持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是热就精彩嘛热闹、嗯、对、嗯、就是在一个儿童剧里头小朋友会看他够注专注嗯啊听一下就会对俺的演员来讲就会给那个鬼台挑战体力啦、嗯、体力然后、哦、嘿你们体力又会分配、嗯、你们会做的演按多重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儿童剧都是坚持会唱歌跳舞，可是苹果的特色就是一定要唱歌跳舞。哦，嗯，一回是导演一听会喜美美啦，就是俺们就讲，我们俺都会唱跳歌手啊，俺们都会讲啊，都是实力派的。嗯，团长就是坚持一定要对，因为我们有个宗旨叫做歌舞升平，果然好戏。嗯，就是歌舞升平果。来好戏这样、哦、就是希望苹果的戏呢、嗯、就是每一个刚小童提到的就是那个歌舞因为
的确它的作用太多了、哦、它可以提升整出戏的戏剧的质感、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加很多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哦、因为要歌就是要唱歌、嗯、要能够起码就是要悦耳的旋律是要 美妙的、嗯、然后再来要舞蹈身体要曼妙然后也要能够节拍那这些呢都能够让观众对于戏剧其实是更投入嗯对然后更好看更赏心悦耳嗯，是是是、嗯，可是很难。表演艺术太嘎鲁迪就是很辛苦啊。啊，对，这当然就是比较不容易。它其实是有基本的难度在。嗯、那刚刚比如说小彤提到，一个周末就可能要演四场到五场，嗯，就是这么多的场次。那每一个场次事实上都是很大的，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大量的艺术能量的一个展现。所以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嗯、是很疲劳就是体力不好还真的是吃不住、嗯、所以对演员来讲其实对我们这些宝贝演员们其实我心里面也是一方面也心疼然后二方面呢事实上我们也非常的佩服就是又心疼又佩服嗯，不过演员够幸福就是骨后表演好，骨后情感就好诶。不过团长的角色就是马给鲁诶哈，你什么事情都要做，然后还要想我怎么坚持做下去，可以让剧团营运下去。所以团长，我后来发现你做好多事情诶，就是你们不止南部，就一开始一省立贝时间提台北，啊四公年前落到高雄，也如果讲没有，啊唔单枪提高雄，能南北两片其实都有办公室。是是。他推完某其他剧团案内哈，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子，没有了，没有了，敢这样子两边都有办公室。对，我们是唯一。那在这过程里面，老实讲，我们也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自己会提问啦，就是不要说两个，我连我认识的所有的剧团，所有的艺文团体，不管是台北的艺文团体或高雄的艺文团体。光有你一个单位，你要去这个单位去运转、去经营，然后去做行销，然后去做创作，光一个单位呢就能够让团长就是焦头烂额，忙死了。那我们还两个，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好辛苦哦，就是自己会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把一个地方顾好就好了，就是把台北做好就好了，或者是再把高雄做好就好了，这种就不要在两边。可是事实上两边呢，我们现在目前评估下来，那个利还是大于弊。然后台北有台北的经验，高雄有高雄的经验，那两边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定期的交流，还有一些演出上面的资源，其实我们达成的一个能量，其实是真的大，比两个团体还要来得大。那苹果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皇冠，那这是一个荣誉的象征，但是它有点重，它有一点重，就是两边有人事问题，两边包含疫情一来有很多的薪资的问题、收入的问题，那都很困难，很困难。就每一次事实上自己都想要放弃，但是很感谢就是我们的政府，就是事实上艺文也有纾困，就是对于艺文团体也有纾困，还有纾困 1.0、2.0、3.0，那可以让我们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都能够一关一关的突破，这样。小彤也归 TP 哈，你都会屯苹果剧团 Q 用，你其实主要就会提南部，安内接案，你也按到可能也十年的嘛吼，你用的可能更加也个台湾，尤其南部艺文环境有嘛个变化嘛，也十年了。有过好，因为爱都好爱做。爱做开始做表演的时间，艺文南埔的艺文环境就开始会慢慢往上嘞。哦，所以爱无拄到过困难的时间。是哦。嘿，所以爱对爱刚刚咧朋友啊，个前辈们聊天的时间，伊人就讲哇，以前真的是很难呐、卖票也很难呐、因为。像人不是前来看，都有的时间都无嘛人爱来看戏。哎呀，他情况都讲无强用。嘿，讲无强用诶，看几多老人家、银发族，伊人都会即个一个年龄的人去看。一下爱去看，因为爱即个嘛看几多戏，爱看戏爱爱兴趣，兴趣之一。爱就想啊，哇，爱以前那个情况应该。够少呀。刚刚团长也哈20周年呢，应该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都做过哎。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吗？有，当然就是苹果剧团，我们就是目前
因为有南北台北跟高雄两边办公室，然后我们两边哦，就是尾牙的时候就是大企鹅，我们尾牙的时候两边都各上百人哦，上百个伙伴，年轻的伙伴就是一起工作，嗯，那一起吃饭，然后就是慰劳他们一整年下来的辛劳。那我觉得这样看着苹果让24年过来，24年前是一个人哦，就我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然后24年后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伙伴，那这么多很棒的，不管是行政工作人员或者是演出人员、编剧人员，那我觉得目前就我们是在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团体里面。那您刚提到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想做的，有，其实我刚刚有提到银发族，嗯，有提到银发族，那我们发现呢，老人家呢其实年纪越老其实跟小朋友越像，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是很小的时候都是被爸爸妈妈拉拔长大的，可是等到现在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事实上他们又需要我们再把他牵着他们的手，嗯，然后嗯啊，团长突然很有感触吗？很有感触啊。为什么？ 就老人家的问题，就很多，尤其像台湾就是社会逐渐老龄化，嗯，那很多老人家可能流离失所了，那或者是需要家人付出更多的关心。嗯，团长很感性哦。嗯，其实团长很容易哭，真的。我把秘密说出来了，我蛮相信做会愿意做干嘛爆料这样子的儿童剧，为很多儿童老人家去，一定是心里有很柔软的那一块，才会想要继续做，一直撑下来，对不对？对对对。那小朋友的就是儿童教育，其实儿童剧其实已经很多，但是我们就觉得，其实因为台湾有长照的问题，有老人家银发族，你想要为他们做，对，也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你真的很敢呢，哈，光做这个已经不够辛苦，还想要再照顾到银发族。对对对，我们希望说，因为其实很简单，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希望说，家人透过家人亲情凝聚的这一块，譬如说儿童剧绝对不是小朋友自己来看戏嘛，绝对是爸爸妈妈要带着小朋友来看戏。那如果说是银发族这部分，很多银发族老人家其实家人忙着工作上班，其实可能比较没有空可以照顾到他。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为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戏，那就变成儿子们女儿们反过来，现在小时候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来看儿童剧，那现在也许可以我们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来看，给银发族做的戏剧这样。非常希望团中的算大梦哦，做得实现，要祝福两位，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现场，谢谢团长，谢谢。希望你安子生，谢谢，要感谢小童，谢谢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谢谢。非常感谢，跟乡亲们聊一下天，各位谈论欣赏来做运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阿凯先生，今天要教大家芭蕾舞的伸展运动哦。首先，我们要准备一种高个凳呢，好，用只脚，好，下起来，伸直。今天高度的脚板的动作哦，好，停在身上，放下来哦，脚板。九字九半下一 and 九半九字九半下一可以哈好数打开来好九向前兄弟杯转起跳打开来 and 数用蘿蔔七條轉打開來數蘿蔔
七条转下去，打开来，数，开下，跳起一下，好，下一个，前面，九，点滴，数，哎，九，点滴，数，后背。九，电梯，数，开下加速，跳起，过一摆，按前面，九板九，电梯，数，按九，电梯，数，后背，九，电梯。数，开下数，推起，按前面，按塔一，按左边，按数，右背，按数，开下加数，推起。前面过一摆 ，and 数左边，数后背，数开下加数，前面过多一次，苦拿开。数 ，and 苦，数，后背，苦，数，开下加数，推起 ，and 前面过一摆，数。and 数后背苦数脱起，嘿，过来一苦后背给脚伸直，数后背苦打过来数。照片，苦 ，and 数，右片，苦 ，and 数，开下，过一摆前面，苦，数，后背脚，数。照片，苦，数，右片，苦，数，开下加数，好，眼神向前，拿过，打开来，冲底杯，打开来。数向前，眼神向后背，拿过，按苦，请好哦，快点来翻片桌，准备好吗？脚板开始喽，脚，脚趾，脚板，下去，按脚板。脚趾，脚板，下去，脚板，脚趾，脚板，下去，上一摆，脚板，脚趾，脚板，下去，数，打过来，按前面，七条转，兄弟背。
转开了上路背数 and 七条向地背转向路背 and 数 and 休 and 转打开了数加数开始 and 站一摆前面转转过来数右边转打过来数后背转打过来数加数好我轻用的哦前面脚板举起来电梯数右边九两梯数后背九两梯数加数跪拜前面九两梯数右边九两梯数后背九两梯数加数好 and 前面擦合皮 and 不锐数右边 and 数后背and 数加数开一下过一摆前面 and 数右边数后背加数and 前面苦 and 数右边 and 数后背and 苦一下加数过一摆前面and 右边后背苦加数无相同的哦前面后背数后背苦前面数右边开苦 and 数左边苦 and 数过一摆前面苦 and 数后背苦 and 数右边苦and 数左边苦 and 数苦一下数 and 延伸向前脱衣拿过数拿过来向地背延伸 and 打过来数向前面 and 数 and 数 and 拿过耶苦一下七好有没有相同哦数打开来听听呢向上好下
好，我们来做催眠的动作哦。And 做数，下来，右数，两张数。好，今天的动作大家都学会了吗？记得要天天欣赏，明天啊，好好运动，你的身体很精神，就会更好哦。好好运动，爱点，下拜见，拜拜。